赶紧就坐，争取时间。So， 欢迎你来，我这个相片给您看。坐啊，赶紧坐，好来，看麦。这架飞机都是国的，美国，啥物美国？加有一个美国的标志，对吧？这美国的飞机，啊，这架嘞，这架嘛美国，更加清楚，对吧？啊，这架嘞，看不完哦，恁看到啊哦。欸、对啦，你看看，你若注意看，这古早写了陆军，啊，这一个车轮牌伫个，啊，怎么那会无去啊？啊？人美国个擦个遐尼明，啊是安怎伊只那会唔敢擦啦？哦，啊，这只呢？嘛，无写半，唔知虾米人个，无人个啦。啊，这只嘛无人个，古早只还有一个车轮牌，即嘛无去啊。这只是 F 十六，甲美国买。啊，这只最近买的，讲我做 Apache， 好无？啊，那我咧这边甲看。只啊，敢那小可看会出来，808，大家会记得未？一只808，一只就这只啦。啊，这只坦克是做几国的？啊？啊，这里咧演习的时阵，连演习都唔敢擦车轮牌啊！这个汉光演习，你看看战车拢无擦啦！啊，这个徽章都看不出来啊！卡车嘛无啊！啊，船呢？嘛看袂出来，干那有嘛？即台讲我做郑和舰，啊，唔敢讲是啥物人个咧，啊嘛无插国旗有块，船伫咧海咧走，讲无插旗啊，啊？海贼船，干啥物啊？啊，即只同款，嘛无啥。都一个的，干哪有嘛？这只讲我说拉法叶，甲法国买的一只四只，一只拉法叶。啊，这只嘞，这什么美国的？用咱的台北去买基德舰呢？啊，这台塞出去去菲律宾，对吧？去宣示主权，啊！结果啥？去有《苹果日报》甲迄边挂美国旗啊！当然菲律宾唔敢甲拍，对不？你那草头啊，迄几只也无挂旗，也无写记号，干那写号码尔，菲律宾无搞只甲你拍嘞。哦，对啊，啊，这个消息是2009年报出来，讲宪兵被撤销，张马英九啊，搁伫咧讲，没了，没撤销啦。这2009年就已经个报出来啊，这么咧讲，没了，
好小搭档，才证明啊，这里是中山科学讲学，中山科学研究院，才在研究武器的，啊，这是安怎呢？那翕这张相，伊的过门呢？古早是用宪兵，即马改做保全，安尼宪兵敢有存在？因为我用宪兵，对不？即马改做保全呢、啊？过来，这里小可模糊，但是有写着2012年。联勤走入历史，联勤是啥？伫补给军队的，对不？啊，兵哥要穿的衫，要食的饭，要拍的枪支，拢得爱靠联勤。啊，联勤走入历史。啊，阿兵哥以后要穿啥？要食啥？要用啥物啊？甲人战争。来，哇！这个表现也袂歹。这去年《苹果日报》甲报的，讲我这啥？才三军司令部，三军的总司令部要我撤销。国防部讲，只能做不能说。军队的指挥部撤销，徛人无人咧指挥啊呢？啊，你迄什么兵啊？啊，这张呢？这张真可怜。啊，洪仲秋，迄、那个案件发生了后，立法院哦，欢喜啊，讲通过一个法案，什么法案？军审法修改以后。无军法，兵啊若犯法，要用司法来甲处理啊。徛讲无军法啊，啊在讲立委欢喜个，伊欢喜个唔欢喜唔对啦，吼、哦、重要的是啥物？军法的无去啊。啊，这真几工啊！我这安尼地无啊，搁穿乌衫，干那要乌烂呢？讲退休的海军陆战队的迄、那个蛙人队去国防部抗议，讲为什么要裁撤陆战队？人家去抗议啊，有诶搁擦面咯，哦。刚刚讲说明呢，咱马英九无过去陆战队，讲什么？伊是永远的陆战队。啊，大家看卖，这几张相给各位看，你那个念念做一个，宪兵无去啊。联军无去啊，三军总司令部无去啊，军法无去啊，最后连陆战队嘛要撤销，安尼中华民国还有军队无？啊，以前那无军队，对吧？要老跑，没有错。美国一步一步在甲处理，刚刚秘书长讲的，讲这只虎的喙齿甲烂掉，伊就袂咬人啊！哦，啊，这张念起就特别好啊，内湖 AIT。啊，其实不是 AIT 啊，将来就是美国
伫咧东南亚军事指挥中心，在起这么大，是哦。啊，大家若无要相信，我嘛无办法啦，已经证明给各位看。大家有信心无？有啊吼，有了解，这不是跟他看出搏击呢，一张证明。所以各位以后看报纸、看新闻，上重要即马等于是看咱的官网，一个中国政策，迄篇恁即马就看有啊，恁就会了解。OK， 啊，我拄啊有宣布。卖讲考试啦，讲测验哦，甲各位做一个小小的测验。请问台北州的有几位？台北州 ，OK 啊，迄啰，确定啊，请恁各州吼，新竹州、台中州啊、台南州、高雄州。六州，哎、欸，那有高沙族，今年有高沙族参加不？有没有？有 ，OK， 你们两位代表高沙族来抽签，看看有什么奖品要送你们。哦，台北州小姐，你来参加，好来，哎、欸，你代表嘛，哎、欸，抽签，也是呗。走啊，新竹州，新竹州下面两位代表，新竹州请举手。新竹州，那边派下面人，派小姐一下。好，台中州，哪一个自告奋勇？谁？漂亮小姐，好了，你戴眼镜比较方便嘛。OK， 台南州几个？没有漂亮小姐吗？有一个？下面哪位代表来？来了，快紧嘞，珍珠洗干，快一点啊！哪一个？台南州 ？OK， 我练了。漂亮男生 ，OK。高雄州几个？来，自告奋勇，请你来。是、啊、高沙，刚刚小姐。好，你们来，我跟你讲，交有病的哈。OK， 你们每一个人选一个地方，自己挑一个，然后写上去。写在哪？不，写在哪边？台北。OK， 好来，下一个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高雄。满箱照。哎。奖品要给你们。台中，过来。台南，还有谁？啊，宜兰州。哎，对不起，宜兰州是咖喱北极的。宜兰州哎，好嘞，哪一位代表？拍谁？咖喱北极的。我确定啊，对吧？甲酒店算袂得啦。哎，啊，凊彩，好，你算。走，宜兰。走，啊，你大概拢见了吼，礼品好点。这么样很快走自己车33.3我来先你的3.1是先人3.1宜兰州3.2宜兰州这是题目3.2台南是吧3.2高沙好 OK 3.3台南台南州最近的地方3.4台北3.5台中3.6高雄高雄
3.7，3.7，70。哦，恁各州的代表拢有摕一个纸条啊，顶头有一个问题，啊，请恁利用咱即摆偌济，利用20分的时间，即摆拄啊3点，哦，20分钟，你们各州大家去讨论那个题目怎么样回答，来试验恁大家拄啊听了有清楚。听了有了解啊，对法理的了解到什么程度 ？OK， 20分钟。问题有了解了没？问题也没有了解，都懂了吧 ？OK， 答案如果方便的话就写下来。等一下我会请各州上台来发表你们的答案。
So, 啊，搁五分钟，搁五分钟了，要请您将答案提喺讲台顶头报告。各位同心，利用这个机会哦，因为请各位学一下物件，讲话的时阵哦，最好第三个卖互伊听着，哦，咱开始学讲话的时阵卖互第三个听着。啊，你较袂规经下下着，吼、哦！啊，哔哔啦，较袂好叫别人听着。大家慢慢爱学习，咱将来大家啊呢，因为下下叫，迄是中国文化，中国人才用这步的，敢若出去去嘴尔，吼、哦！走，啊，继续讨论，啊，搁剩两分钟啊，好、哦，搁两分钟就结束啊，好，开始先请伊安州准备上台回答问题，还有一分钟。大家根据次序来哈，三二，三二是高沙，啊，第三是台南州，第四组是台北州，第五组是台中，第六组是高雄，啊，第七最后是新竹州，哦，肉，啊，你差不多。那个宜兰州的代表，谁要来发表你们的？来，
发表你们的答案。哦，对不起，老师，那个直接宣布答案就可以了嘛？哎、欸，对。啊，先念题目是不是？题目，我们的题目是那个秘书长法理论序主张，解答台湾国际地位应依序三项国际法铁则。A. 领土主权的移转应由国际条约为依据。B.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C.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请举台湾以外之其他国际实力以证明这三项法理铁则的有效性。我们的答案是那个一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那个什么，三个国家，琉球、辽东半岛跟日内瓦，然后以这三项法理铁则有效性是那个国际法、战争法，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样对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就要举例。举例哦，哎，举例，琉球是那个，琉球跟那个。辽东半岛是那时候日本大清帝国因为割让给日本，然后违反了万国公法，也就是万国公法吧，国际法，所以他理赔了几亿两，三亿两多的黄金两，三千万，然后辽东半岛，但是那个部分是辽东半岛，再来是琉球返还条约，琉球条，对啊，好像是、啊、琉球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对，不得那个移转，移转主权。然后如果要啊，主权领土主权移转要有国际法的根据，那你可以举哪一个例子呢？举哪一个例子？除了台湾之外。除了台湾之外，你初级班敢无讲到？哇，是哦。举例是其他国家，其他国家移转拢无啊，无殖民地有那个，对啊，台湾之前也是殖民地啊，在大清帝国的时候，因为战败日本，哎呀、啊，哦，菲律宾也是，哈、啊，西班牙。好了，答案在这里哦，不好意思，答案在这里哦，不好意思，菲律宾给美国哦，二次大战留守日本和德国，哎、啊、国际条约做根据移转主权，比如讲，1867年，美国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。那个条约，哦，过来，1898年，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签订巴黎合约，西班牙放弃古巴，并且把关岛、波多黎各、菲律宾割让给美国，这些就是国际法，这些割让嘛，对吧？那唔知啊，等于用一个查咱的资料。好。啊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刚才你讲的琉球被美国占领托管，尾仔嘛害日本，啊，日本德国拢战败被占领，现在也恢复主权啦、啊。所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对不？啊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的证明，西藏流亡政府，这个印度嘛，对不 ？OK， 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哦，你哪位老诶？是。So， 阿哥来，第二那个是高沙。大家好，
答案还没有出来。我们的问题是，台湾不属于中国，国际法的根据在哪里？依照下那个下关条约签订之后，然后美国之后，日本向美国宣战，然后美国在珍珠港投下两个，对，然后他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，就是台湾之后就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地方，就如辽东半岛一样。然后下关条约跟美国没有关系呢？那个珍珠港事件哦，对，然后之后也依照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二十三条跟第四条，蒋经国指示，是蒋经国蒋中正哦，蒋介石，不好意思，蒋介石只是慢慢来，而非占领，对，就这样。好了，那原则上了解，不过还没有非常的坚定完整哦，加强一下。是哦，下关条约哦，都阿咱咧讲诶，啊个旧金山合约都没有改变台湾的主权，啊个台北合约，是哦。好，接下来第三组是台南州马婉姐，好来。各位同心，大家下午好，好，谢谢。那个台南州这个题目哈，是那个台湾如何成为日本天皇神圣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哈，这个题目哈。我直接答复的那个答案哈是，咱这个。在这个西元1895年哈，4月17日的时阵，咱迄个马关条约就是咱所讲的下关条约了哈。咱即马这个满清哈，大清帝国啊，这个皇帝将咱台湾哈，甲澎湖、永久哈，割让予迄个这个日本哈，日本天皇。在迄个时阵哈，日本天皇来实施着这个皇民化哈，皇民化。然后啊，搁伫迄个1945年呢，4月7日的时阵来颁布着吼，即个明治宪法吼，再来改为咱即个台湾是日本的领土吼。谢谢。对，日本的明治宪法唔是咧1945年4月1日颁布的，明治宪法是伫咧18差不多，我记得1889年哈，对，不是1945年4月1日是明治宪法伫咧台湾实施啦，唔当记唔着，so， 搁较详细。1915年，同化政策开始，内地延长主义，就是包括日台共学哦，日本人甲台湾人读会使读同间学校诶。1937年，皇民化政策开始，大唱台人全面学日本语文、文化甲习惯啊。1940年推动会汉姓，哦，改日本名，最后1941年啊，咪下唔掉，1945年，45年下唔掉，拍谁？下行进，哦，颁布诏书，实行明治宪法，使台湾获得参政权啊，参战权，台湾因此。才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好，投降。来，下面第二，45啦，45年没有错。呀、yeah ，
对不对 ？OK， 这么的四桌台北，台北桌麻烦一下，年轻帅哥，来。欸、大家同行好，我是台北州的代表。那我们这一组的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被模糊从何时开始，那并经过哪些变化。那台湾国际地位被模糊是从这个1945年的9月2号麦克阿瑟将军颁布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开始，那他委托这个蒋介石做这个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受、接受日本这个受降的人之后呢，在1945年的10月25号那明明是这个军事占领日，那就是硬生生被说成是光复节，从这时候就开始模糊掉了。那再来就是在隔年呢，那这个蒋介石又这个把这个一个命令，就是把台湾所有的这个本土台湾人直接说是中国人发行这个身份证。那就到这个1949年的时候，那其实毛泽东在这个大中国已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那中华民国已经变成是一个流亡政府。那他虽然他有一个身份是，代表美国在台湾管理，可是其实他的新的身份也是一个流亡政府。那之后呢，在这个1952年的这个4月28号旧金山的这个和平条约生效之后呢，那其实流亡政府，他还是这个就是美国代表这个占领台湾的军政府，那也有这个他还另外一个身份一样就是流亡政府，可是流亡政府就是一直想在这个就地合法，那占领不能这个就地合法，可是这时候台湾的国际地位就已经一直被模糊了，那一开始就是1945年九月二号，这个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开始。好了，最高可以给100分。谢谢各位同事。对，原则上对了哈、哦，他甚至讲到一般命令第一号从1945年九月二号开始，那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了。不过我们一般说，哦，光复那个东西才是模糊。我们的这个地位 ，so， 怎么过来？第五组，这个是台中州 ，OK。题目，各位众生，大家好。哎呦。咱这个题目就是美国凭什么伊会当制定台湾关系法？伊上大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甲世界各国讲，台湾这块地还阁属于占领当中。伊这伫个下关条约，过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拄仔才讲诶，下关条约甲美国无关系啊。无，这是晚清诶，伊这都刷得落来尔。嘿，啊，这制定主要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哦，咱是属于战败国，去予美国打败，所以美国伊必须爱履行伊战胜国。应该做的义务甲权利。尾啊，伫个1952年的时阵，有一个台北合约。台北合约甲台湾关系话，敢无关系？无关系，不过伊是刷得落来。你若无台北合约，后壁即都拢行袂叮当，后壁即都等于拢无去啊。所以尾啊，这个美国国会伊就来制定这个台湾关系法，保护着伊应该有的这个权利，对台湾的权利甲义务，这是甲世界各国宣布的。好，安尼啊。重点伫遮。嗯。咱听有啦吼。
但是无讲真具体吼，无讲真具体。哟，美国是依照《旧金山合约》的规定，第三条、第二十三条，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还有第四条，拥有处理日本和日本人在台湾、澎湖的财产，包括领土的权利，就是根据这。OK， 第六，哪一组？啊，小姐，是第六，第六，对，高雄组嘛，对哈，对啊，对啊。高雄组，对不起，对，开了。是、so, 题目，哇，这就好大人嘞哈。这个第六题的题目呢，问的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在这个就是 Chinese Taipei 的全名叫什么哈？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哈、指的呢就是流亡在台北的这个已经不在的中华民国。那因为呢是1949年10月1号，毛泽东呢他是在这个北京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时候中华民国呢就已经离开中国，而流亡到台北成立了流亡政府，就不再在中国。对，简单扼要，100%正确，谢谢。最后一条，说。怎么先出桌了哈？来，阿伟、亚迪、何就怎么样对？各位同亲，大家好，好，太感恩。我是新竹州的代表哈，不过这个题目是我们大家共同讨论的了哈，为什么现在不能在台湾举办公投？我们的结论是这样：有台湾人，也有中国人，啊，不能用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好，因为。中华民国是属于流亡政府，谢谢。答对了，是、so, 简单扼要哦，啊，比较复杂一点。你今晚没举办公投的话，对吧？本土台湾人和不是本土台湾人。在决定台湾的事务，当然是无效的公投。过来，现在的治理当局，他的角色有问题，他根本没有权利举办公投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合作，多谢。啊，经过这个测验，大家会加深一点印象哦。啊，起码还有两分钟，谁还有问题还没有清楚的，可以现在提出来。没有问题最好，表示大家都懂哦。So, 啊，拢无人有问题啊？好，那我们就到此结束。非常谢谢各位，来。